是具备什么条件才有资格当义工？这个条件我想是个热忱的心，慈悲的心，义工是内财布施，财布施里面通常我们用钱财，用物品，那叫做外财布施，用我们的劳力，用我们的智慧，这叫内财布施。内财布施，获得了胜过外财布施。